朋友们好，我是蝌蚪爸爸。今天我们来做彩色铅笔，用多边形工具画出一个六边形，再用推拉工具拉出笔杆，按住 Ctrl 键，再次推拉。选取顶面，用缩放工具缩小，缩小时按住 Ctrl 锁定中心，在斜面上做一条参考线，画出圆弧。使用旋转命令，按住 Ctrl 拷贝五个圆弧，输入 5x。使用卷尺工具沿斜边拉辅助线，画出笔尖。贴材质，制作成组件。拷贝出八支笔。给它们贴上颜色。将其中一支笔设定为唯一。这里介绍一个组件刷插件 Component Definitions， 它可以快速制作同类组件。一组彩铅制作完成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视频做好后，小蝌蚪提醒我，铅笔的细节做错了，不急。按之前方法重新处理一下，在铅笔组件内，材质只要贴空白材质即可，会自动生成外部颜色。柔化笔尖，拷贝笔尖到另一个组件中。彩铅制作完成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